哈喽老铁，我们今天来吃那个手剥烤核桃，它是草本味的。它为什么叫手剥的呢？因为它的皮特别薄，它是纸皮核桃。它那个一包里面有四颗啊，拍下29.9块发2斤，特别合身啊，我觉得这是必拍的一款。太完整了，我这个拔的这个，简直不要，太完整，太完整了啊！它是经过多种香辛料，然后腌制之后炒的，特别的入味，而且特别的酥脆。你看它的皮一脱都掉，看，瞬间把它衣服脱光光，而且皮特别的薄。咱们平时孩子不喜欢吃核桃的，因为生核桃它吃起来后味有点苦，但是这个核桃就不会，它就那个吃起来特别的香，还有一点微甜，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啊。手剥即开，看，手剥即开，嗯。其实这个核桃皮吃了还是有好处的，视频不要讲，可以下单。29.9拍下发1箱，就这么多，24个，24包左右啊，好多好多，拜拜。